最尾呢一首歌咧就叫做《萬民大合唱》啊，咁其實呢一首歌咧就係、是、都係同樣嘅意思，希望咧我哋每一個人喺我哋唱緊歌嘅時候咧，都係懷著一種好享受嘅感覺啊！即係我哋翻嚟教會，我哋唱歌，其實係好 enjoy 嘅一件事嚟噶咁而唔單止係唱歌嘅，想話俾你聽，其實翻到教會。除了唱歌之外，其實我們做的所有事都應該是懷著一種享受的心回來，是 have a good time， 我們回來的時間是覺得開心的。這一首歌《萬民大合唱》有点火，多得你来附和，来合唱每一首歌，点样他自肯收获？点解我哋拍手高歌，硬系有啲人翘起双手喺度闯？其实你系害怕唱错，定是你敬拜感觉受折磨？齐齐大合唱咗咁多首歌，有边首歌落力去唱过，令上帝说过都不错么？首首伟大爱歌，全力唱未会介意别人话我傻，求其是但愿唱博懵高。试去坐坐，就话当唱歌，但系零可。K 房里面唱歌，情愿乱唱着情歌。一讲诗歌咪教我。我见到好多
是个迷搞我。就算唱到晓飞，那又如何？敬拜最着重你心窝，他只想你与我倾心倾意唱过每首歌。大家今晚真的可以感受到神的爱，真的 had a good time 和 有 enjoy yourself。 Thank you， 拜拜。